这版本打玄策真的很好赢。你喜欢玩玄策，你就能感觉到玄策机会很大。两个进化我炸了，一个东皇，一个孙膑，一个晋。看他们下路是那种对拼型的，不边路东皇。嗯哼，哎，他怎么不跟踪啊？不用跟我呀。好像丢错方向了，我丢他干嘛？我以为勾的蓝 buff 呀，他是来送的。哎，别过来，别都围着一起转了。哇，他进化，不要摔他，贴他脸上，再勾一手，再背摔，然后去抢这个野怪。这个东皇他就没搞清楚啊。我如果是个李白什么的，他过来可以打一打。你像我这种，我们这种英雄，你就不要进了。懂我意思吗？你这种英雄能远程打他的，他那个东皇好进，就是你要欺负近战，因为近战他想输出你，他必须站在你面前 A 嘛，他一站在你面前 A 就他那个他就可以回血，我这一直打他很无敌的。他这个没有进化，可以再抓一波。攻速鞋下路，OK OK， 打暴君打暴君，他们把自己玩乱了。那个镜还没到四，还在到处乱刷，应该在上路。这人进化应该还没好，把他摔上来，然后大招溜到这边来，他不会有大吧？哎，兄弟，哦，还行还行，诱惑到了。去把那个红再拿一拿，运气很好，没死啊。这也挺神奇的，为什么这个李元芳他打不过那个黄忠，黄忠居然能把李元芳给单杀了。下路有大的，我再去下路抓一波。要闪了。赶紧去中路，他把我拦反了吗？哦，他要抢这个野怪，我们差不多先 A 他吧，你先一技能 A 他。哦，他没有，他打完了，把蓝给拿了，下路闪现救了他一命。你开大的时候也可以飞过来哦，他应该在跟那个黄忠配合，我们先把自己家野区刷一遍，刷完再说。然后把这个爱影战斧做出来。嗯，勾到了，摔回来，先杀一个再说。拉我一下，拉我！哎，我刚才要点的，怎么没一直没点到呀？哦，他最后一下他拉脱了，我看了一下回放了，他拉脱了，他稍微再等我一步就行了。后来，下路要死了，应该打不死。完了，
吃药，哇，活下来了。让他自己下路玩吧，自己刷一下，这样不要用道招了，中路他自己能守。拉我一下，踩了个雷，快步兵啊！我真的是醉了呀，这几下真的是乱。别急别急别急，蓝 buff 被反了，我们打这个的。我来我来，你敢信？哎，又要把我炸死了。他最后的一个二技能把他普通攻击给堵了，真是难。哎，又懒了。抓下路还是拉一下三指会比较好，不然很容易勾空啊。我千万不要那个蓝被反了呀，完了我出错装备了。算了，也没出错。他这个雷怎么丢到这边来了？去把那个宗师之力给做了。他这个在送了。啊！我这打不赢他。这个镜这个爆发有点高啊。我不应该摔他的，应该。我不摔他可能打得赢他。我摔他我那个加攻击力跟减伤害没有了。被咬了。完了，死光了呀。
快点呀，哥哥！要标我。它空了，空二技能，反正这个打野刀回不上血。别没状态，哥哥。哎，人不齐啊。兄弟，我残血啊，你这也上。他们浪起来了，拉得到吧？惩戒他！啊，这还是太变态了！这个鲁班大师开团这个能力真的恶心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个补兵剑，这一血这么长，这是不打这个野，那我真的是醉了。快推，快推！推推推推推！啊哟，炸死我了！别炸我了！这不是那个的。不是那个元芳的一技能，就是这个了，生命的一技能。轰轰轰轰轰，被秀了呀！刺激！下路下路下路，这中路没兵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瞬间死了。别急，有我。如果我在这里面发语音的话，你希望我说的是哪一句啊？啊？有没有意见呢？这个沉默。找射手打，他这进来瞬间被秒了，等他丢二技能再勾。哎，我这等完他把我自己等没了，
可以自信了呀，等他二技能去判断他的勾。别闹，吃口药，不慌，吃口药。又是死我了。都得死。竞赛了。